对，裁判老师，郭老师，我拦您一句，哎，啊，这个刚才上来这个小孩呢，他这个身份是非比寻常，哦，有什么特殊吗？有这么一个小视频，大家看过之后能够对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。哦，那咱们看一下 VCR， 拭目以待，看一看。我有没有发哥的气派？大家好，我叫王晨宇，今年11岁了。我学过3年的武术，还学过3年的快板，3年的评书。我知道郭德纲老师，并且很喜欢他。这一整个都是我的。这个是我参加辽宁省少儿体育大赛获得的3等奖。呀啊，让我们心情一下沉痛起来。没错，没想到啊，王晨宇还有这么一个坎坷的故事啊。来，往前来，孩子，站这儿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非常可爱。刚才在台上表演得非常好，我没有想到。这之后有这么多的故事啊，我们不了解当初父母是因为什么原因分开的，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孩子说的这几句话，家庭的温暖对孩子成长是非常有必要的啊。文艺兵这个事儿倒好办啊，把病治好了，身体健康了，我们愿意帮助你啊，实现你的梦想。在这儿呢，我们也代表辽宁卫视有话好好说栏目组，送去我们的一份爱心，希望你健康快乐。看完刚才这个 VCR 呢，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就是孩子的爷爷。正巧今天呢，这位老先生也来到了咱们节目现场。好，我们有一份信心，谢谢。小朋友从小学艺，学的是评书。那么今天现场呢，想要展示一下，来，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。欢迎。壮猴莽撞人，后汉三国出了一个莽撞人。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。大爷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，家住大树楼桑；二弟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；三弟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；后续四弟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。两军阵前是百战百胜，后称为常胜将军。只是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子龙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一仗怀揣幼主，二仗常胜将军特勇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这才一闯出重围。曹操一见这等勇将，焉能放走？在后紧紧追赶，追至党阳桥前，张飞赶到，高叫：“四弟不必惊慌，某家在此，了我也无妨。”让过赵云的人马，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。曹操忙问夏侯惇：“夏侯将军，他是何人？”“他乃张飞，一莽撞人。”曹操闻听是大吃一惊，想当初关公在白马坡前斩颜良之时，曾对某家言道：“他有一结拜三弟，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，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关文一般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英勇。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关一关的莽撞人武艺如何？”青罗伞盖撤下，但见张飞抱头还眼，面容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海下扎里扎沙，一步黑钢然，犹如钢针恰似铁线，头戴冰铁盔，二郎自抱竹云飘洒，上嵌八宝云罗伞盖，花冠鱼肠，身披锁子大雁连环甲，内衬皂罗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马一匹万里烟云兽，手持丈80毛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大骂：“曹操天真！现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尔等或攻或战，或进或退，或争或斗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争不斗，尔乃匹夫之辈！”大喊一声，曹兵后退；大喊二声，顺水横流；大喊三声，将党阳桥桥梁喝断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“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百万军。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万古流芳莽撞人。”好，我们听了小朋友的一段传统相声八扇屏里边的贯口猛撞人啊，非常好，精气神也非常好，身上嘴上都不错，是个好苗子。而且这是刘兰芳老师的关门弟子啊，这个希望在中国曲协的帮助下啊，不管是求医问药还是学艺，都会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，非常的好啊。刚才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情况大家也知道了，不知道三位老师对此有何感想？何老师，我就觉得从心理上我很为他难过，我希望在郭老师的帮助下和更多的人的帮助下，能尽早治好你的病，圆了你的梦。好，谢谢何老师。石先生，衷心的祝愿这位小朋友能够健康的成长，祝愿这位大姐越活越年轻。
谢谢。哪位老师？从这一轮比赛当中来讲的话，也明显的这个祖孙两个要略微比咱们要稍微的，至少严肃一些和更认真一些，和更加的投入一些。我觉得在这儿胜负无所谓了，让我们评委把我们的心愿举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的心愿啊。那位说的非常的好啊，很难得看到这么一个好苗子。那么接下来比赛终归是比赛，请亮牌。恭喜！最大的梦想有三个，第一是想当一个文艺兵，第二呢是想找个好医院把我的病治好，第三这个梦想恐怕也不能实现了，第三是想让我爸妈复婚。